着音乐尽情摆动，乐龄健康，活络筋骨。我们从这个亮的地方往内折。七月吉祥月，慈济志工特别设计静思花道课程，不少长辈是第一次体验插花。插花很少碰到呢。是啊，是啊。来讲会很困难。应该还好啦，在学习当中。应该用过来就平均啊。将花器做成三角饭团的形状，每朵花也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涵。设计了三个如意哈，那就是你我他沉重的。用两支的玫瑰花，一支就是感恩心，一支就是尊重心哈。然后我再用我们的文心兰，好黄色代表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爱心。好，让这个社会更祥和。借由制作花篮，可以代替献香供佛，环保又具有心意。长辈们也能透过动手做，活化身心，找到自我肯定的价值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莲花莲报道。